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的呢是第四届钻石杯龙星战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毛瑞龙四段和范廷钰三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吴星宇六段。您好。那个比赛到了这个程度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激烈啊。两位棋手其实在去年都是山东二队的这个的围甲队的这个主力啊，主力。但今年这个12年山东二队就是转投了这个安徽华裔啊，所以范廷钰呢也就到了山东一队，然后毛瑞龙呢去了这个安徽华裔啊。其实两个人去年就一直是围甲联赛的队友，应该来说是彼此之间是互相的这个熟悉啊，应该是非常熟悉。对，其实说的呢是2011赛季啊，我们现在说的是2012赛季，就是最新的一个赛季，因为2013赛季还没有开始。好，那么这盘棋想必很精彩，好，我们赶紧去看一下。第四届钻石杯全国围棋龙星战半决赛现在开始。中国有几手戴白色的眼镜，只有毛瑞龙戴。比这个毛瑞龙小不少啊，小不少，小6岁吧。对，毛瑞龙是90年的，范廷钰是96年的。就是范廷钰在是中国这个涌现出来的非常年轻有希望的棋手啊，被称为小石佛。这个反正年纪不大，但看上去显得比较老成啊。毛瑞龙在本届龙星战中也是一路过关斩将，就是说发挥比较出色啊。我们随着实战的进程呢，我们也顺便看看他们的棋。执黑棋的是范廷钰，他是选择了新小木中国流，应该是现在比较流行，好像他也是比较喜欢使用这个中国流的棋手。白棋还没有下是吧？没有下啊，现在是比赛前10分钟允许这个记者进场啊，所以边上还是有一些这个走动的。今天我们看到坐在裁判席上的是邵伟刚九段，对。邵伟刚九段也同时也担任这个龙星战的一些解说的工作。对，一些解说的工作。范廷钰看起来比较小啊，我们看他现在棋盘。哎，果然如你所说，对，是这个中国流，这个是应该是这个12年这个最流行的下法啊。他然后白棋也下了一个中国流，白棋下一个中国流，这个非常的少见啊。一般来说对付中国流就是反正现在主要是不是这个下面挂或者上面挂，主要是这两大类型。下模仿中国流的话现在是比较少见。下模仿棋的话本身就少见，再一个呢白棋呢你相对总是落在后手是比较被动的啊，是比较被动的。不过可能也是毛瑞龙的这个一种策略吧，他对范廷钰应该是非常的这个了解棋风啊，他这个肯定有自己的想法。黑棋实战挂了这个，然后白棋跳，黑棋小飞啊，小飞这个态度就比较明显了。这盘棋的肯定黑棋的这个态度就比较正常啊，是这样啊。拆回来的话呢，那么就是说肯定是形成像这个大模样的这个对攻战。实战啊，我们看看实战，小飞拆二的话明显是倾向于取D，明显是这个是他的是要以这个格局是实D为主。白棋挂黑棋跳，白棋应该不会再去模仿小飞的吧。他飞起白棋以就是说扩大势力为主，黑棋肯定是以实地为主。两个人的这个对局的这个战略战术是不一样的。黑棋挂主动挂进来，这个是他就不想，就是他包括这个下法他就不想跟着你对围啊。但其实本身对围来说也没什么坏的，
也是比较普通的，你反正你黑棋先行来说是不会太怕对围的，但是他可能他的这个风格啊，或者他的这个战略，他决定他不太想这个跟对方，因为对围的话这个形势是会比较乱很复杂。嗯，因为范廷钰是显然是一个很喜欢实地的，很喜欢上地，这个功夫也是非常的强，嗯，所以想把战线呢拉长一点，对，这个是他的一种对局的这个战略啊，也是一种心态脱退，这个是普通的，白棋长，长是必然，白棋也长，嗯，黑棋小飞，小飞，哎，这个都很普通下的，嗯，接下来白棋跳啊，这个几乎是个定式，嗯，大概预测一下就是黑棋跳，白棋冲。黑棋挡住，挡住，然后尖，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定型的下法。搬这个，嗯，白棋接上，嗯，他也粘上，这样应该是个最流行的、最常见的下法。嗯，啊，这个没什么。那么我们看看，下完这样，如果下完这样以后呢，大概白棋再挂进来，这个局面打上。哎，嗯，靠一个。它实际上是这个比较新鲜哈，这个比较少见，靠它搬。这个，假如说搬的话，嗯，黑棋会长吗？长一个好像我记得原来也有在早期的话，啊，它白棋双，但这个结果已经公认为不便宜。谁不便宜？黑棋不便宜。这个黑棋不便宜。哦，这个加在那活了。对，这个黑棋没有眼，应该是不太好，那就断。这个段已经是失传很久的这个功夫了，这个失传很久是吧？这个失传很久，这个我记得是在90年左右，最早是徐凤珠和这个聂伟平老师在一届这个东洋证券杯还是富士通杯，我不太清楚了，完全没有印象。90年左右，在这个下出的一个手段，他果然。他断了一个实战，他这个已经就是当时被聂老师就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大局的，就是评论为完全不是棋啊。他这个就是他打，他直接就给你，这完全是有违背于常理。他要藏出去，哦，他必须藏出去，对。哦，这够狠的，就把劫撑住是吧？先生，你没有劫财，你等于要打赢的话，要一下两下，等于要两个很大的劫财。对，要不然黑棋就接上了。他这个棋就是说强行的捞实地，嗯，但是完全是有违背这个棋理，就是说，让人家上面八朵花，你二路度过，就是当时被聂老师批评的也是很厉害。不过这个棋，好像还是。当时徐凤珠他是不管这一套的，嗯，他是当时呢，他这个下法就是说，赢了，他那盘棋赢了啊，他赢了。然后紧接着好像是曹勋玄对付聂老，就是这盘棋下成这个局面不久以后，这个故事好像是我当时记得，就曹勋玄九段也用这个招法，嗯，对付了聂老师一番，可惜聂老师呢又输了。但是那这个聂老师的观点是不是会受到质疑呢？嗯，不知道。当时这个东西走完两个，可能当时也有点斗气的这个原因，哦，就是当走完以后呢，这个下法也就失传了，嗯，也就是。说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棋手去模仿，去模仿的话，也说明这个还是有点，还是感觉上违背一点棋理。确实，白棋虽然是没劫财，但是白棋随便轻松走一个吧。走一个的话，这个地方总是悬而未劫的一个劫呀，啊。不，这黑棋马上就补啊！这个，如果白棋有劫财，黑棋就全打爆了。嗯。他是挂一个，那果然是下成这个棋形了。这里，这看起来既然断了，肯定是，肯定只有走成这样。这个，看起来这个范廷钰对于这个失传已久的这一招是不，他有备而来的。他这个，对，这一招这个招法下的时候，肯定他还没出生。这个就是说，这点是可以肯定的。立马补掉。嗯，这个是也是本手。虽然白棋在这走了两手，但是黑棋这个也说实话啊，也就是确实来说，黑棋的实地还是掏得非常的对啊，对啊，
讲的非常比起那个挡住尖了脱退来说，他把这儿的底全给破了，虽然而底下的空还是很扎实，差了一手棋，但是呢白棋这个外面还是有后尾，这个、这个得失还是难讲啊，还是难讲。这倒是挺符合范廷钰的风格，因为他很喜欢捞实地的嘛，而且在快棋之中猛然这么来一下，也有个打对手措手不及的意思。是，那么白棋接下来他既然挂了他不硬的话，这个挂的就是拖下来要也就是拖或者飞走一个吧，飞好像没什么意思，这个头可能也就是拖一个、他刚才不敢硬，这个这种棋啊都不敢硬、硬的话他不是很简单的，他就直接给你，因为那个劫实在太大了，他直接给你这个一咔嚓，他直接造出两个劫财来，这个这黑黑的就是算我算是大熟手，那我把这个打翻了就没法看。这个劫什么时候黑棋基本上是不能输的，就是你打输就提到这儿，这儿两边这儿全死了，反正我这损失太惨重了。翻一个早劫才就是这么被 boss 你也受不了、这个就是说，所以因为你打赢了这个白棋损失还好，对，所以说当初还是要补一个。是的，那么他是拖这个，他现在下成这样，黑棋补掉了，黑棋补掉了，白棋拖了一个三三，拖三三在这儿。拖三三是正常的了。这个局面尚早吧，整体来说。局面是黑棋明显实地还是要收获大一点，但是白棋相对厚一点点。他搬了一个，在这儿。对。他没有退，是这样。这个只能退，这个只能这个。虽然我们跟我们的预测来说，虽然这个靠断出，就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但是这个其他的应该这个退应该是没有这个疑问的。就接下来黑棋飞还是虎一个的问题。如果飞的话，白棋是不是会搬掉它呢？在这儿。把这个锁掉，就是看他敢不敢，应该不敢加，现在应该不敢加。这个现在加下去是不是，他这里有个紫斑马，他可以糊住了，应该是不敢、冲出来了。这个不敢。假如说现在这样下，好像两边黑棋都有紫的话，这个应该是不太敢。是，他白棋就是不知道是压还是搬。白棋如果只是搬的话，黑棋还可以，他一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然后再这就不知道打入还是。这一类的就搞不清了、这局面就打散了。白棋压一个也行，强调这个打入的话压了虎，这个也是一种下法。那你打呢、他就打了退，打了退以后再搬这个。压的是虎的，不是加下去的这棋。加下去现在没有用，加下去他就冲了、这个两个太损了、你打吃这个他就把这个断了。是这样，是这两个太亏了。他实际上是虎了一个，走了一个简明的下法。二路到虎，二路虎，这现在有个打入、是不是跳一个比较普通一点，就这样往上跳吗？对、跳一个，如果你不走的话呢，我再正过来是个比较好的点。这个是比较舒服的下。白棋是不是不太容易出去啊现在？白棋虽然也是活棋，但它出去是不太容易出的。但虽然你是活棋，但是以后被我刮起来也比较的惨、而且我这个正联络以后呢，这里怎么说也还是有一点发展、如果是说，那你跳一个稍微有点损地，跟我这两个交换稍微有点损，我现在不走是不是也可以抢占上方那个角？抢占上方那个角，那个角也很大呀，确实这个角确实是很大。积极一点就是直接打入。直接打入也是可以考虑的一手。不过现在来说，反正黑棋的就是说实地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多一点，还是捞了一些实地。黑棋实地还是不错，但是这个地方也稍微有一点点薄。我们现在是看到范廷钰啊、他看来他更喜欢实地。这个是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啊。这个、贯彻他一贯捞地的原则啊，直接跳下去。这个、反正就是说，跳下去也是出乎意料吧，跟这个下法。反正当然了，他的范廷钰现在也是打进了应氏杯决赛、也算是这个非常高的高手了。对，他这个下呢，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对者来说还是有点这个
不太赞同这种棋，还是普通一点，要我下或者跳一个，或者打入的。这个脚，这是不是捞得太猛？这个明显白棋要进来了，这里。如果说他跳的话，刚才黑棋跳这，白棋假如说，如果你点这个啊，跳这个，跳这个我跳这个得硬吧？我不硬也不硬了。这个我就跳一下，防止这边打入嘛。我就是你就算再跳这个也行、哦，这个没什么好怕的，反正都是低位的。嗯，我就是简单做活就行了。这个虎口中是很厚活棋啊、嗯，是这样。啊，那跳着一下也好。反正他要是点了，我就管一下，把这个镇住，是吧？打入，果然打入。这个白棋肯定很难得，好不容易赢球到一个战绩啊！因为这个棋明显是黑棋实地多，那么白棋呢自然就会厚一点。厚一点的话呢，如果能挑起战斗啊，发动战斗的话呢，这个后势就是说更容易这个发挥作用。嗯，偏出来，黑棋小尖，他为什么不跳呢？是？跳一这个一拖过，这个就无趣了。这个鼓不但空都被掏了，自己两个还是没有根。嗯，他肯定是要分段的。小尖，白棋跳，白棋跳出来了，在这儿。然后黑棋尖，这个抢空抢的是很猛。哦，他把这个还尖住了，真够狠的这个。不，这个效率谈不上多高，我觉得就因为他这个地方他不尖呢，他可能害怕一飞。再守这个肯定就不太像棋，这个效率太低。但即使这样呢，这个效率也谈不上高。我觉得这个跳还是稍微有点缓。就正常来说，他说这个形状是吧？这样一个形状呢，不管这边，这样一个形状是好形，结构比较好。现在等于守空是守在这里，守在这里的话，效率肯定谈不上高。嗯。现在这个。什么攻这个，可能还是得跳是吧？这个贴有点送他出头的味道。对啊，贴他就顺势跳出来。如果从上面正怎么样呢？是不是？但是这个形状，这步子好像有点太大了，他就靠出来。黑棋靠一个。对。这个。这白棋也不太好攻嘛，觉得。这个有点着急，好像是。这个挖他就打了冲出去。这可能也是范廷钰的一种战术，他觉得这个棋根本就不好攻。对，他这个是，哎，先留着你来吧。你给大家看看这个他这个木捞得很结实，对，这个空，嗯，包括这也都很结实啊。是，白棋现在这个头外面倒是都有一些，嗯，都是高位，但是呢，现在是你怎么把它变成空？嗯，跳一个。白棋先跳出来，等跳一个还是本手？对，你直接太直接的招法不能成。黑棋压一下，这个压还是挺舒服的。哎，他没有压。啊，他直接出头的。这个大跳压一下，在这压一下应该不会亏吧？压一下白棋走哪个？他不脱先不可能啊。不知道。顶这个，那我压找一下总是好，再跳。这一个多个将、啊、你要是他尖这个尖着挡、啊、这个先中后虽然暂时可以不走，但是这个里有个拖过，而且这里以后再一搬张、嗯、你还是非常的难受。如果能压着一下的话总是好的，他走这个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压他，然后白棋跳，嗯，先跳下来，黑棋爬，这个黑棋就是彻底的把木捞了，然后把这块棋自顾啊，我觉得这样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想法。这个局面依然还是很漫长，看看白棋是不是？就是看看白棋怎么发挥这个后卫、啊。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不是爬的，他争这个。他想主动一下。啊，他想把头先争过来，看。他想反正先攻你白的。是。那么白的现在跑倒是有点麻烦，有没有这个？胆量啊，这个够狠的。正常的话就跳一个跑，但是总觉得被黑棋震一下以后再回去，黑棋便宜了一点。对啊，本来的话白棋的头不是应该在这儿的吗？白棋在这飞一飞啊、嗯、这些也没有，这个白棋他也在参考中，这个是在离下呢还是这个也很诱人啊，这一挡这基本上脚就死了死还没死干净，但是
点一个粘上。挡住。是盘角趋势。那个扳是吗？如果团这个的话，就成了盘角趋势。不，这不是盘，这样是盘角趋势。啊、哦。也没有盘角趋势。这是盘角趋势。他，你这样我可以先搬一下。可以先立这个。先立这个啊，立这个再走这个是。不过黑棋有个搬这个呀，不他可以搬一下。不过盘角趋势本身就不好杀了，这个盘角趋势的外围，就是还是有点余位，要不他单拐，他立一个，也是盘角趋势，就是但是还是很大，就杀了，很响，很诱人了。他进入了这个残考啊，这个也是一个决断的时刻，确实是很难办。如果硬也没什么好硬的，黑棋现在这里暂时是冲击不动。嗯，在这儿。硬大概也就是跳一手，跳一手，这个饼有点先手的话，看一看他接下来到底会下什么呢？如果是如果说这里再让黑棋加一手的话，这两个子死的是不是太大了呀？挡下来了，果然挡下来了。嗯，果然这个从气势上和心情上这个。嗯，刚刚还在说黑棋再走一个的话、是不是太大了？这吃的，但是吃干净了吗？走一个还好吧，是不是有点没不干净啊？这个还好，就给你吃了也还好。你说外面不管不说外面借用吧，至少我是说这里我有个脱退，你现在不能搬。搬了被一段，对，我这有个脱退，这先手一脱退，你再这还好，有点先手味道。嗯，这里还是不是还可以，就脱退之前，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如果当初黑棋能压着一下就好多了。对，这里就厚多了，好多了。但现在如果白棋是靠一靠。这个真是拼胆量，年轻人就是什么都敢下。是，嗯，我给你吃，我看你怎么吃。就正常人吃在这嘴干净，但是他有个脱退的话，他就稍微借用。这我也觉得不太干净。就是借用两下的话，这个就是说不能吃太小。不是很干净，我觉得。打入。啊。下到哪儿去了？这都看来是走这儿，这个思路都是有点跳跃性的，有跳跃性。不过这个确实是很有想法啊。我们刚才就是简单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吃是肯定能吃得到，但是怎么样吃大，它这个就是。那我们看他下一手还是好理解一点，就是他顶一个嘛，他还是想在这边，他就跑出来，把这块棋要处理一下。这个确实是，这个我大概现在能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双方也是这个，就你如果跟着硬啊，他现在就摆黑棋啊，他以后我看出来，他不是吃在这，他就直接吃到这边去，他压一个。就是我这里稍微有一两个子做站出来，比如说你要扎个丁，我就跟你这个站，在这里不管怎么站，我稍微就是说多出一个子来，你就算把我这个吃了，那么我只要稍微多出一个子来，我就要大吃你，就是说打这边压一下这样吃，吃到这里去了，就是让你这两个子自然死亡，就是自然死亡，我这里稍微那个。他就是个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就是说有点让你在这吃我，我这稍微多出一两个先手以后，我就要这么大吃，直接吞吃两个子，就看起来这么普普通通，跟像我刚才跳一个他是不肯的，对，小吃了不肯，这个有个脱退还是很讨厌。哦，我们看他实战吧，这实战之那白棋风云突变，也看得出他看出他的意图，他顶一个，然后黑棋在上面，因为你没有硬嘛。白棋顶的时候，他也不硬了，他就直接肯定得连续走，点到这儿了。点这个是常用手段，就打入以后点这个的这个的。哦，原来这棋形是点的，不是加的呀。不是加的。我还以为是加的。这个加没什么意思，他就活一个，这底下已经活了。但如果再冲出来的话呢，就冲断。可是你这里面是活棋，就是说这个，而且就活得比较舒服。你这个你走呢，我就气还比较长，外面可以借用一下，实在不行就做活，就立一个做活。对，所以它这个棋是点在那儿的。对，这个点是形状的要点。对，点在这儿。就这个。它接上。尖一个。普通一点就是冲一个双一个。尖冲完了双是吧？对。冲完双是不是怕眼形不是很好啊？他想尖一个，那白棋要长。这个黑的再去怎么活不知道。
这样怎么活棋啊？贴它就冲了打掉飞掉。嗯，但是这儿不是牵一断点吗？断没有用啊，我在外面补一手，就是说这个断断是没有用，我在外面随便走一个。嗯，如果能都走到的话，走一个吧。行，等一下不知道便不便宜。然后我跨吗？但是你就做活嘛，算了。嗯，这个断，我这个断反正就拖一个，拖一个就活了，这个没关系。局部是活的。局部是活棋，那没事。对。但是他等于说让白棋这一下，黑棋这个团是先手，是吧？不行啊，你不能断了又团，因为这两个太双目了。啊，就是拖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接上，我可以团到这儿。假如说对外面有关系的情况下，那你先守目还是有点不太可能。嗯，哦，我们摆的已经很远了，赶紧看他们实战。挤一个，实战他是先挤一个是吧？是他白棋挤的这个，然后黑棋呢，他也不甘心就虎在底下，他虎起来了。他肯定虎上来了。嗯，这个挤有问题吧？这黑棋找到头绪了。黑棋打入这个本来是破你的空，嗯，就是比较，它是比较轻，怎么处理好？好，白棋打吃啊。那这个劫，这个黑棋有点白王的味道。踢掉，对啊，这个劫。这个白棋这个挤不好，这个可以，别的还不好说。现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比较明确说这个挤不好。主要这个劫白棋打赢了他。他就粘上在外面，他也不太对，也没吃干净。打赢大概也就粘上了。那这个可以，这以后还可以。太合适了。这个还一拖又来一个劫。那这个白棋打输了可就不得了。打输了被踢掉，这全先。踢了，这个棋这个黑棋白玩了，这个有点。这黑棋找什么样的劫呢？压一个是劫吗？压一个他会搬过吗？搬就搬，搬下去。这里他应该也搬不过，不好搬，还在推。推我就粘上，你这也没法连啊。嗯，是。哦，黑棋立下去了。他直接就立下去。对，他先立下去。他为什么老不肯压这一下，我就比较奇怪。如果能压着的话，总是好。他是不是老怕他压不着啊，还是怎么回事？白棋跳。跳。按理说这个棋形一压吧是一种很惯性的想法，对，很惯性，而且白棋硬起来还会比较的困难，对，还会比较的困难，是。好，我们白棋跳。嗯，所以说黑棋上面是白王，但是现在脱不了身了，他立下来以后已经是脱不了身了。他压了一下，终于压了。嗯，这着急他还一直没压呢。再压还能压着吗？是先手吗？他现在走一个，那黑棋还可以。这个鸭有没有反击啊？这个我们看刚死一个子，这一段还没有完全活进去，段可以立打弃子，这样的话肯定也是不好说。哦，我看到他实战，他如他压的时候啊，白棋根本就不应他了，因为现在由于这两个子已经交换掉了，有反击的心情，有反击的心情，已经变轻了。他们这实战走哪个了？白棋靠了，靠一个啊，在这儿，因为这个他们这个实战也是这样。嗯，那你稍微多注意一下他们的这个实战的进程。嗯，啊，对，我来多看看大棋，发现研究研究。我们看那两个人的脑袋都已经后到棋盘上去了，对，看起来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看看他们下的棋，有时候也不容易找到，都有点被遮住了。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招法有点跳跃性。这个完全是进入这个也异常混战了。嗯，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棋局从这里打入以后开始，已经是完全一场这个混战。嗯。先虽然这个子被吃掉，但吃掉这个子，这个脚上的活动力就差不少。白棋补一手。对，看起来白棋上面那个劫啊，他就准备先搁置了，他不肯去花一手棋说粘在这儿。他不肯。这个绝对是太吃亏了。补一手。啊，嗯，反正这个劫呢，回头你提我就提一个算了。这上面那黑的这还要打这个白的也是很难受，那他也不肯接上啊。对，在这所以当初这个肯定是有问题啊。哦，对，这个劫几乎没法打，就只有被对方打。是他花一手棋在这儿粘，这也太亏损了，所以他肯定不肯粘那个。他现在胡了吗？他还没胡这个，他不胡。他如果说想出头，点一个是不是也可以出去？不，他
顶叶丹出去是没问题的，连走两手了。那、他主要是得把这个头给他关进去，这个地方有点死活关系嘛。哦，就算这个地方没有死活关系，跟这个死活也有关系。嗯，就是说以后这我随便搜刮你一些，就断一个你都很难受，你不能吃，只能立。我再把这个木梳被收的，这个活了，好歹是。我是活了，这里还有线索，这个弯也是线索。是的。还有没有可能直接搬你啊？这个搬在底下那就要他命了。他不能吃，只能摘。这个好不好杀？但是可能现在不够厚。就外面他有个搬出去。搬出来。反正他唬住了。这唬住以后，再对这里这块棋现在再来压了。所以当初要是能压着就最好。是现在压了搬还是稍稍有点这个白棋在这里还是得分的，我觉得。不过这个地方肯定是亏了这个第一。黑棋当初没有压着这一下，然后这里呢黑棋这个劫他白摆了一个劫。黑棋还是先提一下再说，还是补一手，尖一个补一手也挺大的，但是下一步还有这个做活的手段。他不搬过了吗？都可以搬过的话，直接搬过、直接就搬过，直接搬过也可以。搬过很大。那补一手还是很大。对。这个趁他断之前补一手。嗯。不然被断这个活的太小了。他是先提得着吗？看起来。提我觉得也提得着。我刚才看到那个范廷钰的手势有点犹豫，他是伸了一下，想往这儿尖了一下。然后呢他又缩回去了，他在想这个是不是需要尖，因为不尖呢这块棋暂时没有生死问题，但是他有点难受啊，活得很不舒服。这他可能是不是想提一下，他想提不着是吧，提他断。不，他不提的话白棋会粘吗？如果说他不会粘的话，那他提不提问题也不是很大了，因为我觉得白棋不太肯粘，主要是。那他还是尖，对，尖补了一下。这个确实是太大，不然被断这个，收刮起来，这样还有这个接下来做活。搬过啊，对。这个外面白棋是厚了，不过黑棋这个实地还是非常的敏感，现在还是黑棋实地是比较多。对。这个。范廷钰下棋就是这样的。一步一个脚印啊。是。走哦，我看到这个白棋下了这个跳，他显然是不肯粘那个，粘那个觉得很亏损。真的没有粘的心情。他粘白黑棋就拖一个，你也不见得好。他先跳。然后黑棋提了一下。这个等于只能提缩。人家的。他提完以后还打，接着来。这个白的在这个局部子力很多的地方反而这个那没什么好撑的了吧，这个撑的自己又不会粘，只能提掉了。他提这个，然后看黑棋这个棋形呢挺有弹性，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演，你这总得跑吧，你不跑被人一照要照死了。他直接打行不行？这个劫反正很轻，就直接打是不是都可以？直接打的话他、你要提劫吗？你要粘我就粘上、你提我也粘上，提也粘是吧，提我也可以粘上吧，这个那我就冲吧，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还不如冲一个狠下一条心算了。那又八朵花，八朵花就八朵花、那也然后再吃 那总是舒服的。这底下先走到一下他没交换，他吃这个、他干脆直接就不，这个如果挖打提过去的话，这里的木是有点亏。这里木是亏一点，但是、但是那边这边我所得也很多，怎么说也是好像是提了两朵花似的，提了一朵花。他不是这么下的，他是这样下的。他单靠就更含蓄一点，靠这个。这是下一手准备挖吃。可能比我们说的要好啊，这个更含蓄，先保留。白棋提劫。但这个劫已经算已经提过一手了。提过一手的话再来打这个劫，这个黑棋肯定是更加的轻了，黑棋肯定是更加的轻了。不过白棋肯定是也是要撑住。我们看黑棋他现在刺了一个在这儿找劫拆，尖刺这个只能粘上。再提回去，不然被冲断了哈。他要撑劫，他提回去，那个白棋好像得撑了。
但是白棋呢他又难受，他又不肯在这儿，你这么老实的补一个，这也太不像话了。单关可能太不像话了，这是白棋怎么冲啊？冲一下倒是可以考虑，冲一下，冲一下呀，你以后再打我就打这个双打，冲你挡的话，对，没有劫呀、啊，这些劫不肯找，那个太损了。反正总而言之呢，啊、他是冲了，他是冲一下，就白棋这个劫，他们这个劫呢，虽然说不是要对方命，谁打赢了都没要对方命，但是呢，就是能撑的时候一定要撑住，你不能被人家突然这么打过去，那就不像话。虽然黑棋比白棋这个轻松得多，但是还是黑棋。不是，就是说白棋，他还是得打啊。嗯。白棋打赢的意义不是那么大。哦，白棋也得撑。看黑棋，他是这样下，他站在上面了，现在。嗯，他真这个。哦，大踏步的过去了，那边这个挡下去，现在顾不上了。如果你挡下去吃呢，他中间还能挖吃一下。这个吃反而被挖吃一下。对。那肯定就是说，看白棋是怎么应对的啊？他先提个劫。先撑一下，看看你要求你回补一个，那么这样吃下去的话就大多了，这挖吃没有了，现在提劫。挖吃黑棋找劫材在这边，有这边应该也搬一搬，应该有这个比较合适的劫材吧。嗯，实战黑棋虎了一个，虎在这儿，算了，这个劫就不纠缠了，因为现在这个劫，他就。退让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不是，确实黑对黑棋来说不是很重要。对，他可能害怕就白棋补到这里去，一手给挖吃过来，从上面挖吃过来，他是害怕。嗯。那么他现在这一块棋呢，已经白棋把挡下面挡住了，挡住很大呀。他不挡的话，被人家搬过了。这个搬过目数很大，挡一个目数是确实是。非常的大啊，而且同时他是不是说以后还预谋着对黑棋的这个死活，以后二路立一个就搜刮起来肯定也还是挺大的，以后这个二路就打完这个以后二路立、二路立已经度过了，你怎么沾上，如果他现在不能，他是我就补一个啊，那他黑棋只能立下去，不管你怎么想，这里面可能双活或者说你怎么做眼，而且我外面补了一手有价值，嗯，以后里面做个双活你也没目，对，所以这个打的目数也是非常的巨大，是，当然如果以后这里外面一旦有子我再立的话，还有可能搬过去，嗯，那我看他下得很，他搬在外面，不给你这个机会。对，他搬在外面，白棋挤在这儿，因为白棋这里他不太好动。如果说走这个的话，走这他就长，黑棋长出来，因为这没法弄了。黑棋长，这两打总是你没法动，没法动的只能是这个打肯定是熟手，不能乱打，所以白棋还是宁愿自己先补好了，这儿先不动它。你走重一点呗，你粘上我再粘上，把你这个子先走重一下，不粘单长。单长的话，先长出去也是一个。长出去肯定是有价值，反正后了，而且这个地方以后这里余味就出来了。这一长味道很浓啊，味道很浓，对，因为这个头一出来的话。是跟对方分组，他是可能当场像这个，像有点像庄家的味道。嗯，就粘先粘肯定是熟手，当场一下保留一下这个打吃，保留一下打吃。现在已经都是趴到棋盘上去了啊！看一看。所以我们说，这个其实下棋是一件体力活，真的是很需要。首先你要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棋盘上，不能有任何分心的事情。其次，对你的体力消耗其实是很大的。这个下一盘棋主要是对精力上的这个。对。对人。白棋搬了过来。白棋搬。他肯定白棋不可能这么吃，这是肯定的。他肯定是以后想这么，就是说这么吃下来，这个效率才会高。那么这两个子用跑吗？那头绪很多。对啊，我觉得这好混乱，我都不知道应该接下来应该干什么。传一个，就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他跑一个也挺大的，就是说跑出来，因为这块棋没活，就是跑一个也非常大。嗯，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是黑棋稍微主动一点，
黑棋主动是吧？现在黑棋他主要是手里还是揣，他是接了一个，口袋里还是揣了一点现钞啊，他实地比较多。因为他现在的这个状况是这样，这白棋有挡，这个目数很大，这是但是这只是一个单纯的目数问题，不关系到后包。还有这儿有个长，这儿有个长，那里面还需要计算。现在都是一通混战中啊，对，这块棋非常乱，这好几块棋扯不清呢、啊。这个目数肯定是还是小问题，后薄是最关键的。它是要搬啊，这个也确实很大。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现在这个白棋这里是明显没有活，它这个走几个呢，对这里的联络有帮助啊。它就是把这个地方如果能连起来的话呢，黑棋整体呢就在变厚。是，因为黑棋现在这个子有了以后，这块棋是活的，这些都是活的。那么唯一不安定的因素在这块，如果能通过这个攻击顺便把这个联络的话，这个全局厚了的话，应该是黑棋是比较好下的。白棋现在实战连扳了，连扳这个，现在黑棋我看他们的意思好像都想把头争到这边来，是吗？黑棋肯定打了接上之后，这三子也不能被抓掉。这三子推一个，他能打到这些吗？退一个算了。退一个，白棋把这个争了。哎，他要不要先冲一下？你冲冲好像有意义吗？你要冲之前就得先打。我打得着吗？这下？打不知道，吃这个。有可能转换，因为这个干巴巴的提三个的，那不见得。那就直接拍更好，他这个下法确实。他不会这样断打。这三个，那你更不会当打，刚才都有可能打不着的话。那只有长，那个这个就这个头得长，这样形状肯定比这样就好一些。那彻底联络了的话，白棋还要补一手，那这个黑棋明显现在应该是明显优势啊。是，黑棋应该是啊，就是应该是有这个压出去不行。那我这上面该我动手了，该我先动手这个。这黑棋好像挺主动的，觉得明显这个白棋有问题啊。到处都是白棋，因为这个脚上，这长一个是怎么回事啊？在这儿。这个搞不清楚，他是不是得卖这一下？卖这一下可能白棋卖这一下还是应该能守住，守住你这个刺就行。但这下挺卖的，把这个力的变化失去了。对，他要吃的话，他可以挤在这儿，脚上是个进四。卖，但是这个挤完了，人家这个接前手，所以他得把这两下走掉，对，人家才挤过去。把这个卖掉，但是很损，把力的变化给走丢了。是，然后黑棋除了这个长以外，他是白棋是跳一个耶，跳一个没什么意思，跳个没可以团。那白棋不加不行吧？不加被压出来，这个怎么行？这个马上一加完一小尖要死了。白棋是陷入了长考，也确实是比较困难啊。这个范廷钰在这个中复的作战里面，这个方向还是就是全局掌握的还是很好啊。现在这个把这个虎完以后啊，这个整体连通以后，就黑棋看不到这个毛病，是黑棋看不到这个毛病的话，那么你剩下白棋这些地方就都是薄啊。都是有很多余味，所以厚是肯定是还是很有价值的。那白棋。我们看到他实战是往前并了一个，这个他也是啊，这个太这个很顽强，他也意识到这个形势，他这个要靠你。中间那个黑棋小飞的那个地方有一个跨段，对，这个他是要靠你，想既补掉自己的同时，也要就是瞄着你的断点，什么样的，这可以说是胜负手啊，这个。像年轻人也都是不拘泥于常形啊，争取斗志很昂扬。黑棋跳出来了，在这儿，他不肯随便说。哎，这里范廷钰还下得挺快，难道他早就已经预料到他会病吗？稳健点说一个，也不知道，就是虎一个说一个，他稳健一点，这个不肯吗？那现在明显现在还是有个靠段，但是白棋现在不见得敢靠段。就刚才我们说他病了之后呢，白棋这儿有个靠段哈，他是但是他瞄着这个靠段，对，是的，就是说要把你这个分段。但他跳这个是反击，但是就是如果就是稳健一点，或者说随便补一手，
能确保联络。嗯，全连上了，这也是一种方法吧。这个可能是说效率虽然低一点，但是很厚实。他走这个，虽然现在可能，靠断的话不怕，你打球他就粘上，但是味道也还是很饿。踢掉。对，就是至少你是没连通的，就是我再粘上，就是或者我这里有个别的值以后，而且这个断开以后，这里还很薄啊，这一带，这个打车是肯定不能要了。是，还是联络为重啊。现在白棋病了以后，暂时中间是不用补。但是黑棋这个跳自己不用补它，留下来一个隐患。对，有个隐患。它这个中间不补，它是不是补的效率高一点点？它怎么补啊？这个棋不清楚，白棋接下来要怎么作为呢？这个地方。不走的话，这个小尖还是很讨厌。这个小尖，动出来。现在靠的稍早一点点。这个局面也很焦灼。把这个断开。断了它。它找不到什么头绪，我觉得作为白棋找不到头绪，不知道它是要往哪个地方行棋，这个都是很头疼的事情。完全是一盘混战。看看他是我们。那我觉得上面这个三个子越来越薄了啊，它是断了。它断了，这个断还是挺大的。它断了，它黑棋不是蒸死它了吗？已经。如果蒸死，黑棋把它蒸死，它打算挖通啊。蒸死它，我就吃通。哦。不过这个吃通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样吃通了以后啊。假如说这样。这样以后我是这个力就成立了，这个我吃通是先手。哦，黑棋得补棋。你得补棋啊，你得补棋，补棋以后我就算再出来，你这个拔一朵花也有可能是孤棋。这个拔花好像暂时意义不大。那就是说他如果打通了，等于是先手。对，打通了。黑棋补棋。不，他这个。然后他可以不沾。对，他这个通了以后，就是说还间接防止了这些手段。瞄着这个还是很有价值。是，这白棋拼得很凶啊，这个很撑，就是本来我们刚才所说的直接的这个跳夹是本手，但是他现在这个并一个，然后呢抢到这个断，对于这里的目数，现在白棋显然是意识到这个形势不利，对，那么黑棋现在对上面怎么能不能冲击一下？打入了，他是啊，先打入，他是打入的，打入一个点一个点都可以。如果能点着的话，那当然肯定好了。他只能这么回去的话，算了。而且我提完这个以后，这里还要打你一下。主要是黑棋没法提到这个，我打的好像白棋很难办。等你拖我再走这里，对。所以这也可以，应该白棋从这里还回去。白棋这三个子肯定是结构比较薄。对，白棋下的够狠的，白棋根本就不想防守的事儿。我先要你，我先靠你，反击是最好的防守，靠得挡，这断。这个时候，他现在走的话，我可不见得吃这个了，这个杀得动吗？这个，就拐了打，成这个，你看不出有什么，这随时一挖要死啊。黑棋冲了，现在是不是不敢断？黑棋肯定会冲了。看看白棋会怎么下呢？接下来他打过这个打过肯定是，虎一个，好棋在这。现在这个感觉上好棋，这个刚才应该如果能点一下就好，这个确实是好棋。一看就是说，咱们这个还是年轻人，这个对这个棋形的敏感还是很好啊。这个一虎，感觉上这个白棋一下子眼位就出来了。黑棋，他们两个脑袋都快挨一块了，所以都看不见棋盘，只看见中间那一串。好像是顶了一个。我刚才看到他顶了一个，就露出一小点儿。露出小一个缝隙，对，顶一个。被我不小心看到。一个这个，它不能藏。是顶的，我们现在看见了。它是顶一个啊，现在顶一个。那啊，这个是吃这个白棋这一下眼位来了，实际上这现在可以断了。这样白棋是不是？他现在打吃的啊，现在再缩回去。他这个断，如果说白棋现在断这个的话，黑棋打吃这个，他能争到先手吗？还是有可能胡这个。
还是有可能红的，现在还是有可能红的。对，那可能还不能着急。他现在这个顶呢，你现在挖打不成立了，嗯，是吧？你粘上我就度过。嗯，这个吃这个子，它上面两虎啊，这个吃的现在吃这个子的目数不大，那么这个断点还存在。嗯，提一下再说吧，你免费了。先提掉，然后看白棋要怎么找棋。然后看起来这儿现在劫财还挺多。就是这个点肯定是不会亏了，这个是最显起。眼见的一个劫财，是这个得占上，这个只能占上。应该是会占上，他现在还没有占，不占的话被人家断了，他受不了吧？扣吃不可能啊，这个被断了，这中间互保全不对了。可能是利用这个读秒的时间再考虑下面的问题。他粘上，然后那白棋多半会提的啊，他也不提，先利用这30秒富裕的时间，先考虑一下提完了的事儿。提完以后，他肯定是还是瞄着断。如果黑棋再花后手补一个的话，那白棋这一串肯定是成功的。他在中间并呢，就是说抢到了一个断啊，抢到了下面这个断，已经是有不少收获。下面如果还能就是走个先手，让黑棋自己粘回去的话，那白棋作战非常成功啊。嗯，等于黑棋就是顶了吃了那一个子，吃了那一个子是非常的小啊，肯定是。嗯，如果刚才黑棋好的话，现在就不一定了。这个白棋等于是至少断抢了一手啊，下面这个断抢了一手棋。现在黑棋如果补回去的话，等于白棋又能走到一手。黑棋粘上这个，粘一个，把这件鱼尾，这个确实是。粘上挺大的，粘在这儿之后，这脚毫无疑问，这下面一挖肯定是有棋。这个棋就是，笑着一说一下这个棋啊，一看啊，就是先问问报上姓名，这个是，哎呀，范廷玉下的，一看就像好棋，这个应该是像好棋。那换个某某某啊、哦，那个那这个就可能缓了。这个确实是高手很喜欢的，这个粘是像很含蓄的，留有很多后续手段的。对，那你不粘我肯定断上来了啊！这个白棋可以走，可以说是拼搏到了这个机会，这个棋局越来越复杂啊，没有随着进行而变得简单，反而是越来越复杂。问题是这个局面下，这时间绝对是不够用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局面下的主要矛盾在哪里搞不清楚。现在混战，就是完全是混战算法。如果说一个局面呢，可能有好几块棋，但是你知道重要的是哪一块，然后照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会好很多。但是现在搞不清楚，不轻不重啊，就是到底在重点在哪里搞不清，然后这个鸡的，哎呀，白棋打吃。这有点失误，有点失误。这个提议感觉上有点失误。黑棋提一个有点失误，对，有点随手了。应该先挖打，别让白棋吃在这边，让白棋吃在那边。这个形状就是让白棋吃在那个丁四的那个地方。哦，中间急打的地方。对。这样吃了白棋粘上，这白棋是个好心。他粘上，他的不白棋这粘上是先手吗？粘上这太危险了吧？不，你上面不能置我于死地啊！你上面并没有置我于死地啊！这个哦，是这样。就是、这个地方这气太紧了，我就算走两，我就算当尝一个力了吧，你这俩吃了你也受不了。就刚才黑棋不提，我觉得提有点随手，就先把这个走掉。挖吃。我就逼迫你，这关键是逼迫你打这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打肯定是个大输手。是我这里是，你这个打损了一手棋，至少我这个就算损了一手棋。但是你这个以后我一打，这个气也是非常的紧，是吧？这个提不提无所谓，因为我不提的话，你肯定也不会来，暂时不会来补一个。这个劫现在不是很重要吧？就是、不会来补一个的话，那么逼迫你把这个输手走掉。我粘在这的话，我这里的味道，对，这个就好多了。而且这个粘的也我也差多了，以后我踢你几乎只能是从底下过去。那这个题有点随手啊，预接先踢，我们讲的时候也是这个，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能预接先踢。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时候也说先踢一下再说，但是当对方走了以后，你发现这题失误了，他这个走了以后这里还是产生个挖，
还得补一手，那等于先手被白棋把这在这里把形状走好，因为这个地方白棋一虎还是个好形状，嗯，那么白棋再提回来，是，那这个交换肯定是这个黑棋吃亏了，黑棋想尖一个，白棋走哪去了？哦，白棋提劫了，现在白棋哎。没有，他黑棋拐了一个，然后白棋提劫，白棋提劫，黑棋小尖在这儿。哎呀，这个是越来越复杂了，更乱了。这个现在这边也牵扯进去了，当初这个，现在他如果这里已经连不回去，这个他只能说是单纯的跑是没有前途的，好像是。就单纯能跑出去，但是这个被白棋顺手补一手的话，那这个黑棋是完全的毫无收获。走到最后这块棋还是没活，是，我们看他实战吧，他是小尖，把这块棋看能不能纠缠进来，然后白棋靠，白棋肯定要靠出来，然后黑棋再提劫，现在白棋也不会轻易的退让了吧，现在走的什么呀，白棋的胡应该是劫材吧，边做眼边找劫的，这个很舒服啊，不然这一飞，太混乱了。这一立下去，现在白棋找到机会了。这个病的这个胜负手可以说是现在目前来看是大获成功。虎一个，他虎一个这边挖毡，他可以做出一只先手眼。如果你拐，我就顺手一挖。啊，那如果是一只先手眼，那这个劫就轻多了。你挖吃我都活了，没关系。这个很舒服。他虎了一个，然后黑棋挖吃也开始急了。他要求把劫先手打赢，他要求把这个劫给白棋拍回去，这个、白棋肯定会冲，真的太复杂了，这白棋肯定会冲，这个棋是越下越乱啊，不是手，随着手速越多越简单，看得到是随手白棋跳了一下，他先便宜一下，白棋跳了一下，跳一下，这是先手，你没有拐住的机会，对，这个不然被我找着，那他再冲过来，那看起来这边黑棋挖吃的时候，白棋一般来说是不能提劫了，是吧？那这个不能提吧？提了就粘回去，对啊，粘上了都连住了，粘上了就整块棋全跑了，你还得花一手棋以后。他黑棋是黑棋硬的，黑棋硬的一个白棋还没走，白棋还没走的话，白棋应该是冲过来，这个提劫肯定不好，这个有时候是不能随便提啊。现在毛茸也是比较这个紧张啊，看上去比刚才似乎更加的这个兴奋的，机会来了啊，是不是看到了希望？他果然是冲过来了，这肯定得冲过来。白棋冲过来，在这儿。你反正你提，黑棋提。基本上是黑棋会提一下，然后白棋把它断掉。黑棋提，白棋断，这个是肯定吧？这个应该我们不会猜错的啊。这两手是必然的，棋手没下，他肯定只是利用这个时间思考一些别的地方啊。提完了那边。白棋打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棋手就是说，都习惯啊，用这个在必然下棋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充分的利用，充分的利用，就是他读到28再去下。但有些棋手呢，就像这种快棋手，像古力啊、罗喜和这样的快棋手，他必然的一秒都不想，啪就给你提下来，就是这个风格不一样。有的就是下快棋的，反正我想呢，你也想，是吧？我思考的同时，你也在思考。反正我没事不思考了，你也没时间思考。是，这个就是下棋的风格也是很有趣的。这个听说快棋一般下得特别好的人，都是下得特别慢的人。慢棋下得特别慢的人，他可能快棋会下得比较好，是有这样一种说法吗？也不好说，就是慢棋下得特别慢的人，他快棋并不差。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有些擅长快棋的还是不一样，像日本的原来那个大竹英雄，他这个就是慢棋快棋都是，就是快棋成绩也特别好，那慢棋呢也下得特别快，他度过这个必须度过了。现在那有些人快棋成绩特别好，那是因为他的实力比较强，比如说像古力啊，他
古力本来就是下得快的一个类型，他虽然快棋慢棋他也下得很快。读过，好，我们先不管他。他好像是底下班里，我刚才好像露出了一点小眼儿，看着他似乎是班在二路补了一下。对，是的，班的那个。那个对，张三。这个抠吃木薯便宜的，但是白的已经活了，这个得粘。是。白棋做活，白棋就做活上。那这一场，它本身你这个题刚才说了，这个木薯并不便宜，但关键只要这块棋没活的话，这个棋就是说应该是白棋成功。这块黑棋现在它不活是吧？它团在这儿的话，人家挤在这儿，它只有一个眼。不，你这个随便提都是打结活嘛，就是你不能打结活就算活了嘛。不，你不就是说这个地方有没有眼的问题，它还是能做出一只眼来，这儿有一只眼在这儿。这打结眼啊，这个是啊，对，这个提的时候还是一个打结眼。这个肯定是，这个等于是有点晕，这看气息。这个等于是没有活。对，没活的话，那么白棋做的，你看大家，我们总的来看一下，就是这一串，本来我们刚才说。黑棋打完虎完以后，黑棋连通了，厚了是吧？白棋这里还得补一手。现在转过身来一看呢，白棋等于断和这个交换一下，白棋等于没有补。没有补的话呢，这个结果倒是黑棋也没捞着木。反而呢自己多出一块这么重的孤棋。好，这个双方还在思考。现在呢，黑棋刚刚在这儿扳了一下。那么白棋接下来呢？按照常理来说吧，应该要长的。这个被打进去了，这边这接起来这感觉也不一样。你不长断的话，被黑棋两边拍两下，这个肯定接受不了。就这个再一粘，这里由于这个气的关系，还不好分断对方。对，长出来。果然白棋长了。那么这边会不会有问题呢？黑棋如果现在尖的话，它还可以挖通了，可以挖通是吧？可以挖通。那么黑棋上面是这两个交换以后再跑就太累了，只能弃了。弃了，它木薯很大呀。不是木薯是很大，但它留有一个劫是吧？它就肯定算了。它接了一个，确实。它这里毕竟留有一个大劫。再冲的话，这个、它可以打吃。等于是必然，它就是说这个打吃就是说。就是以后有这个手段，现在不会走。等于说你只有提，然后提这个的时候黑棋粘这个，对，打吃这个它有个挖劫，一挖劫，这个是天下劫。目前黑棋这两手是劫材吗？这打吃是新手的话，有可能是劫材。他如果说对这个地方还有好多余味。不，他是这样的。假如说白棋现在挤吃这个然后呢，白棋挖吃，黑棋挖吃，然后提掉。那么黑棋现在比如说对，补这个，可以这样找劫。可以这样找劫。是啊。只能粘上。粘上，然后这一顶不是就吃了吗？还打吃这个。打吃这个。来顶吧，那就。这样这里面能活吗？应该不太好。我觉得活不出来嘛，好像应该是不太好活。这只有一只后手眼呢，看起来没有这个撑死了一只先手眼，应该是可行啊。一开劫的话应该是可行。我们看到实战，他肯定先，他既然粘了肯定会挡了。白棋冲了一个，那白棋也现在也只有冲。白棋现在刚在这儿冲，黑棋挡住。他直接提到底下去，他果然不敢打劫。他果然不敢那个。他因为他打劫被人家这儿有劫材，这个明显有劫材。是。那么黑棋粘上是可以跑掉的，现在。这个判断还是挺，正确的。就是还是挺冷静，就是说没有头脑发热的就给黑棋粘上了吗？没有啊，他不知道。那粘上白棋再强行断吗？也不会强行断。那么白棋断这个，他。不粘吗？黑棋在思考。粘回去不是很大吗？这个木薯它不肯，粘回去很粘。他现在不敢断，不敢断的话，那只能中间补一个，再断这个，黑棋再跑回去，粘上或者跳一个。这样补的话形势怎么样？这个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这个细数。就算白棋补一手，把这个吃干净，感觉上白棋也不见得差。那这白棋战斗了一串，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因为这儿的木薯得到了。对，这个木薯得了不少，中间还是有收获。对啊，中间吃通嘛，把这个补回来了。是啊。黑
黑棋整盘来说并没有掌目。对，这个脚很，这个长几下、他先打了一下在上面，他这个没有粘哈，他先打了这个啊，先打这个是先手，他先打顺手也是个，本身是个先手，同时那个增加一下思考的时间。嗯，他先粘，如果这样。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二十六八七十七八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十，黑棋四十目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一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二，这个白棋倒确实，白棋还可以。这这样的话，白棋好像还可以。白棋得分了，这个地方战斗的一串下来，一串毕竟黑棋还只是全部的单关连回去，对，白棋收到目了，中间走这个子等于顶了半天，这个子也没吃着。嗯，现在他还要先挖啊、哦，这个他要挖这个，他挖啊，就发挥这个子的作用。是，当初粘的就粘的这个子的作用。哇，你吃。吃的话，它是粘上是吧？这个地方明显有点余味。如果你粘上的话，他挖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这样挤吃了？那他就挤吃算了，是吧？嗯，是这意思吗？把这底下吃了，他挤吃，但是我粘上呢？嗯，你能粘吗？粘在这儿的，粘一通是吧？他粘一个，嗯、这个这个应该白棋不太行，走这个被搂打，对，提这个他就吃。那他只能提上面，啊，他先捞一笔，但是这个捞了的话，本身这里面还有点余味，这个棋倒是没棋，但是这个，那我把这个吃回来不也，这个也谈不上什么便宜啊，嗯，谈不上什么便宜啊，这个被拔一朵肯定，他可是不是要粘上？他要粘上是吧？他打吃，我觉得黑棋应该会粘上，他不会吃这个。他粘上的话，白棋把这个他是不是粘上？中间现在，但是中间他要干嘛？他挖吃。如果这不，我们这不对，这个子还没有，这个啊，这个段还没有。摆的时候多了一个，他啊，那就差多了。这个他、这一虎他死了。他虎他死了。那这个不能粘了。是。那只能中间，那黑棋粘是肯定是要粘的。嗯。黑棋肯定是要粘，那么白棋，那白棋打黑棋，那白棋肯定只有补这个。嗯，黑棋把这个吃了，白棋把那个吃了，这个转换谁的目数便宜？他现在黑棋粘上，对，白棋那只能补了，这一虎就死了，再断一个，只能断，那我吃掉，吃掉的话有多少目？一二三四，这一来一去，这个还是挺大的，九十八目吃了，这吃了至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八二十六十七十八。所以你刚才十八目棋左右，刚才一虎掉的话有一二十二三四十五十，有三十目朝上，三十目三十多一点，不到三十五。这个死了的话，看得见的是二十，哎呀，三十二，我来，三十目棋。那看起来还是这个稍大一点，可能因为这个吃了以后跟这个关系的厚薄有关系。那他这个判断还是正确的，黑棋的这个选择还是正确的。不过呢，能在快棋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做出正确的选择也是非常不容易。这个现在还没有冲哈、哦。白棋断了嘛？白棋断了，黑棋断了嘛？黑棋断吃掉了。黑棋断吃了。黑棋也断吃了。那白棋肯定只有冲了。现在这个。要不然这个目数的平衡被打破。整体外面吃，团断好像也不像棋啊，被人家跳一下。嗯。冲啊、嗯！现在目数应该这样呢。形成一个转换，但这个肯定是黑棋比刚才粘要好得多，比刚才我们摆的那个结果明显是黑棋的选择是好得多。是，现在下面有点薄啊，你现在是下面这几个字还是有点薄，现在黑棋哦是不是还可以啊，黑棋就把这个吃了呢，黑棋先打吃这个，对呀、啊，我觉得吃这个不很好吗？这白棋这块棋要怎么办啊？哎，他吃这个更狠。他吃在中间，这真够黑的。因为这个地方，其实简明点，他吃这个不白棋补一手。白棋可以不补吧？嗯，可是插到底下去。可是可以你打的时候，他不会急打的，他是长的。是，但是的问题在于这里有很多先手，这个小尖这个并。
这都是先手，你这个拆二活了吗？我没活，我再来攻击你，我就是随便来攻击一手。我这里有隐隐约约有很多先手，这个，这都是先手，你这个活了没有？这个这样是不是要？因为我觉得挺简明的嘛，这个、好像这个应该打应该挺简明的。真的打这个的时候，他是不是想着人家长，然后长完以后再杀？这杀得着吗？应该杀得着吧？就补一手，这活得了吗？吃大点，要不吃小点，吃在这。那白棋肯定得折腾一下，要不然这就死了，肯定白棋就算是黑的了，那这棋就没法下了。哎，他是提白棋打啊，这白棋不敢应了。他形成转换了，实战。不过黑棋没考虑到白棋会不应。白棋他现在打这个。那他这个是必须。他不肯。他现在不敢应，他应的话你吃，那你现在只有吃。这样呢，他这里多出一顶来以后啊，多出好几个先手。你这个让你做的不一定做的活，或者他就算再来吃，就是留下这些余味，他想打便宜点。但是白棋很机敏啊，他是白棋急打，他急打，白棋急打，所以看上去不能被提的地方，现在不能粘。如果粘上的话，他再缠那个白打着一下，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就多出一个这个打的先手了，这。不过黑棋拔得也很舒服啊，这个没坏的道理，黑的这个拔掉一个，白棋这个单关拔掉一个，看起来是拔通了，但实际上你整块棋连起来依然没有活。那这个黑棋还有这种反击手段的话，当初这个张啊，我们说还确实是这个后续手段非常的这个严厉啊。对，像这种属于那这样黑棋再来攻击一下，点得着吗？这个打车先手的，他小跳一个，看来露出了。这个了一下，那黑棋应该不错了。这个等于是死了30目嘛，这个已经30多一点吃回来了。吃回来了，这里拔了一个，这个拔跟这个拔是没法比的。中间拔花还是。如果刚才我们判断白棋不错的话，就是按照那个图粘回来的图，白棋不错的话，那么现在这两个转换，黑棋便宜了一点点目数，那么这个拔一朵花又便宜很多，这个应该是黑棋不错的局面。这现在总算是有点看清楚了，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然一通混战太晕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大龙的死活，这块棋虽然没有活干净，也就是搜刮一下吧。以后白棋现在是走在哪呢？白棋这块棋应该还需要处理一下吧，不然他这个两只眼看清楚了吗？被人家3、4路的地方再点刺他一下，刺到一下就危险。如果真的被刺到的话，我觉得很危险啊。这块棋罩住他，不补的话，不罩住他，肯定是不行吧。先逼他做眼去。这个黑棋乐胜吧。如果这样下的话，即使你能把眼打出来，我都很怀疑你这棋能赢吗？会走两个，现在你要不走的话，要硬一个哈。白棋怎么补啊？他中间补了一手，我完全看不见他。他好像是跳了一个，应该是跳在这个位置。因为范廷钰的脑袋完全挡住了下方的棋盘。形状也就在这，不飞一个不太像，应该是在这里。看见了，是这儿。应该是在这里，是这儿。因为他也不可能到这来。现在点不着，他这个是先手的话，你点的话他可以反击。以后要告诉他们一下，就是这个有直播的时候必须要把脑袋稍微让开一点，那不然完全看不见。不太可能，因为他这个棋手的这个习惯是习惯是这样的，下棋习惯这样，只能说这个。现在看见了，跳一个。他正主啊，他就拦主，瞄着这里的搜刮手段，反正什么时候如果能被点着，这个白棋就不行。那白棋是肯定不能让对手点到的。点这个什么意思啊？点这个他还惦记着黑棋的问题呢。这黑棋应该不会有问题。他点这个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想从这个六路这儿靠断人家，因为这个点是有帮助的，有可能这儿穿出来的问题。那我这个先动手呢，现在是红。这个太危险了，你现在尖我就算不断进去挡一个，这个太危险了吧，我就打直长出来。这个黑棋要是痛下，这个哪有时间挡这个？而且挡完这个以后，我一般粘还是火棋。这基本上没有时间。这样明显不行啊。他粘上，那点着一下，这已经这个形状已经全不对了。
这个被人家猛攻一通的话，下一步我都不是挡了，我要冲出来了。我没看懂，他干嘛去了？他搬了这个。他什么？他挡一个。搬这个。啊，黑棋退让了是吧？黑棋挡住了。啊，黑棋就算了，他可能优势。他一路搬一个是先手吗？一路搬一个是先，他一扑了一打，哎，我得扑了打没。扑了打有什么用啊？他虎这个，那他虎这个。单虎是吗？单虎这个，他要一路突破。好，他单虎这个。哦，他可以单虎。他单虎，他这样有棋。这样有棋，他粘上了。哦，他粘住了。不，总得补啊，这个已经是客气了一下了啊，这个他肯定是这个优势意识，这个客气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形势不错，应该是。对对对，要是形势不好，就是说冲过去杀的。对，这个我不一定要杀你，我先手这个先手把木梳到了便宜了，总是你这个不是很厉害，我还可以搬的。以后我就厚一点，我就冲出来了，不是挡的。就是说这个挡下去，这棋形看起来是劣形，但实际上不是要命的招法。你还没有吃掉人家。靠，他终于补了一手，这个总是要补的。哦，不补太过分了。那么黑棋得到一先手，那应该黑棋还是不错，形势不错了。白棋现在主要的目在左上方。哎，我就不明白，这黑棋刚才他现在不能点吗？三十几，三十几，四十几，四十。他要点他怎么办啊？点他可能就反击一下吧，可能是。你不敢随便打这一下，这个打一下很危险。哦，是这样。但是这个那可有可能这个要虎过来渡过来，这脚上有眼的，这个不会。不能乱来哦，还是要保持冷静。现在该等于走完该黑棋下，那黑棋还是很不错。黑棋挖吃了一个，哇，看起来像打将这个。挖吃是先手，这是打将。打将一下，他是想走什么？这里接着收瓜。就这个他补了以后，就没什么大意思。那接下来有什么地方特别大的呢？这里带中间一带还是飞一个，还是中间不走，中间走一个也挺大的。不然被人断了，好像断不掉啊。对，暂时断不掉，但是跳了一个。对，中间走一个，我要吃你。吃这四个字也是有价值的嘛。这个要是被我这么吃，这个效率就太高了。这个肯定的，是不是还得跑？哦，这怎么跑啊？压出来跑。尖，如果尖一个的话，尖一个木梳是那黑棋是不是就吃了算了？拐一个吃，走这个吃，赶紧走这个吃，应该也没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事情。他如果说这样的话，黑棋比如说这边，假如说压后了，这会不会搬进去对白棋的这生死依然造成威胁呢？这不会，这个顶这里基本上有个眼，这随时还有眼。那你走完以后还有点，虎完这个以后，由于几次先手，还是有点余味，这个眼位做起来。暂时这没必要惦记这块棋了吧？我这走完以后，这里是不是还有袜的味道？问题是这个有袜的味道。这个有先手味道，哦，那很大。这个有袜，很大呀，这个。那他现在他必须跑出来，那不能弃掉，不能像我们小尖一样弃掉，压出来，他适当压出来，那肯定中间的厚薄都有关系，跟中间厚薄有关系。不过我觉得这中间是黑棋特别厚的地方，白棋下去有点。对，现在有没有可能压这个？不知道。现在压他就顶一个，顶我就挡住。我这个外面都行棋在外面冲回来，行，你冲在这里，先连你连回来，我还是断，你再粘上，拴一个，你拴一个可以补掉这个毛，但是我就顺手吃一个就是，这也是非常厚的这个下法，别人一不够是吧？他可能搬一个是第一感倒是，搬粘这个形状好像白棋也挺弹的。现在应该黑棋是明显不错 的，白棋搬，黑棋接上，白棋接虎，这黑棋的一个很显然的，白棋形状是很烂的，目的就是黑棋要收木，它要飞到这儿，这黑的还收得很舒服，等于跳一下以后，你这个断点是没有了，你断我就在挤，你打这个结，反正是有些累，我把这个飞完以后呢，下一步。还有这个扳的余味，是，看看白棋接下来会怎么下。哦，白棋果然出手了，在这儿靠也。看起来如果正常收官的话，白棋是不是控不够啊？
排球控不不不，所有的控都在这儿，都集中在这一块，就没有木了，这只两个眼，这辈子没有了。应该目前是明显就是黑小，就是说，这还有，就关键中间排球味道还挺坏的，他现在靠这个，是干什么？反击？想靠断黑棋，是不是？他还看着中间黑棋这块棋的死活呢？这块棋应该不成问题。黑棋搬现在哈，退啊，退这个。我就顶了，看看他会拿出什么招来。就这种情况下，形势明显于他不利的时候啊，他要怎么办？连扳。看浦东正常收官是收不动了，已经。连扳应该。哦，他是断的。他断上去了。啊，这么凶。难怪刚才要点一个，因为他要断。断也没什么，我就打这个，没什么关系吗？打这个的话，他。长的话被接上就已经连上了，所以他只能挖吃。你长我就接上，他只能挖吃一个。你挖吃这个不得？不会吧？这个提的这个还怕死啊？都提成这模样了，七彩花都开出来了。这个啊，你提这个，你长这个。我知道啊，我长这个我就张上。我好像唯一争胜的方法就是挖下去，上面已经被抓成这样了。挖这个打劫是吧？这个拼搏起来不对啊，这是劫吗？那这我从上面搂住你了，你这个应该不是劫，这我就打你粘。哎，我不能打这个，我打这个，打这个我跑。哦，你先打这个，我先打这个，接上你接上，我再拐打你，还是跑不出去。那我先团出去，你跳家我先把你断了。这个但是这个劫财，你这个劫财需要很多个劫财，这有一两个没了，看不到什么。那黑棋的劫财在哪呢？我本身你一打一个两个，我打这个，打这个他接上了，只能两个，就两个是吧？还是有点看不清吗？这个我觉得实在没什么好担忧的。翻吃上去是吗？对，但是他实战不是这个下。这个啊，他怎么了？他急打的。他急打，这个太稳了，中间不能丢吧？排斥，这是都看着中间要死了，把花的地方踢掉，再拍。那肯定拍上去了，越战越勇啊。应该是拍上去，但是我现在看不见。不黑棋就提这个就满足了。这个能死吗？这个就算是即使是优势这么退让，你现在如果退让的话，黑棋要这样拍，这太亏损了。二去了，也还好，我觉得。如果说肯定是亏了，肯定是比刚才那样来说，肯定是亏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黑棋把这个怎么收？还是得搬这个。扳几下。收的话也就是搬，如果把这个粘上，没人打了。把这个粘上，胡打挺大的。胡打。把这个关住，对，关住以后，因为这一打以后这打要收气。还有点这个收气的味道。是。那即使这样，他拔了一串，拔了一串是收获了，但是好像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不会，不肯拔黑的。黑棋不肯是吗？他不是黑的不肯，但黑的。不，他不是这么下的。他不是这么排斥的。啊，他没排斥。想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他根本就不退，他要搬。他要瞄着这个。那这个被人家提一下呢？提一下那得提，那中间不是已经先死了吗？中间死了，这点夸张。这个黑棋等于是刚才还中间还挺厚的，白棋挺薄的形状，就中间死了，突然底下就拔了一个子啊，这个全死了，就在这里拔一个子，等于是踢成这样吗？啊，这个就这里得了一个，这脚上能死吗？这个亏太多了，这个黑棋。那他提掉之后，白棋脚上靠一个做活吧。他中间不这个打，他中间是不是还得补一手？他有个打，那他退点就算了呗。我都已经吃了你那一块了，不能，这个好不容易吃一点，被这个一拔又拔回一大堆。啊，他先补中间，对，中间这是要补的。我觉得他有点那就死了，中间是不是太贪了呀？必须刷这个什么？对，底下不要死了吗？他怎么死啊？这不是那么好刷，我不能糊一个，那我就煎这儿。你就等于说，我得走一个。你杀在这的话，我就随便靠一靠就是活了。这有夹，这有挡啊，这个就活了。
你只能缩进去吃，是，那就吃的小多了，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哦，他就是这么下的，他只能那天只能这么吃，先在那儿吃，然后掰起就尝一个，掰起形状也就尝一个，尝一个让你冲刺。那么简单的算一下，你脚上吃掉10、11、12、13、14、15、16、17、20亩畦。嗯，他这个还没提呢，我们刚才这儿没看见。他现在看不清楚，因为他脑袋挡着了。他没这交换的。他是直接拐的中间。直接拐的。白棋。那么黑棋肯定不会粘上的。黑棋是不是底下小尖那个？可能还是得小尖那个。他可能还是得小尖一个。这个他，黑的粘上了，黑的会粘上吗？我粘上没用，粘上白棋就硬一个。你这还是不敢吃在外面，我完全看不见他下的。对，你就是这个也是。关键是我盯着棋盘也没用，还是看不见。好像在左边走了一个，看手势是在左边走了一个，应该是尖一个了。看手势，因为白棋刚才拐了这儿嘛，黑棋他下什么了他？因为我们这个镜头也只有顶镜头啊，顶只有这个现场转播的，也只有这个顶遮住了。顶镜头这个也遮住了，我们也稍微有点困难。感觉上它是尖那个，我们看看它这个具体的招法。现在我们得等它抬。哎，我看到一个缝，它是尖了一个。它后来尖了一下，然后白棋是怎么的啊？白棋踢了吗？这个是踢了。白棋踢了，我真看见了。这个有时候只能靠猜啊，黑棋也不能退，黑棋只有提，一退的话它正好一冲过来了，等于它提掉，白棋应该是长。那它黑棋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个盘点一下，就是说脚上吃了20亩，中间死了1、2、3、4、5、6、7、8、10、20、25，肯定木数应该是白棋便宜了，而且白棋就本来中间黑棋应该是后有木的，现在都本来是提了一下，跟他这个交换的，我看到他长了，他长了，他提啊，这漏头缝来提了以后，退了一个啊，退了一个，那就冲死吧，这边只能冲死了，啊，冲这个可以把它吃掉，只能冲这个，你冲这个被他搬回去了。就是如果从这个被他搬回去，尖这个也不便宜，尖这个接回去不行，他只能冲这个，是冲的，冲这个断这个，以后留有这个断，这个等于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黑棋吃了大概是20亩，这个白棋在中间吃了大概二十多一点，你这个多，但是呢，本来这个黑棋中间是很厚的。啊，很厚的，本身有空，白棋我们刚才说压这些，还有挖，包括这块棋被收刮等等，就是这一切手段呢都不在了，这个肯定是这一串的白棋呢应该转换是便宜的，就是黑棋这个打，我觉得意思是不是太强了一点？那么胜负怎么样肯定还不知道，我们还是看它进程吧，现在太乱了，这个木点起来可能也不见得有那么多时间给大家点。刚才我知道了，刚才这个拐的时候他提了个结，然后白棋在右边这儿找了个结，我看到是粘上这儿找了个结，然后把结打回去了，经过这几手棋的交换了。现在白棋把这个逆收了，反正这个也不影响这整个的问题，黑棋没走着单子，对，那官司很大，那这个挖打一下就大将就亏了，他这个提了以后本身这个全活了，而且左边还留有一个拍吃三个子的手段啊，还留一个是拍吃三个，你接不回去了，这个黑棋挤了一个，挤一个是先手，这个是个先手吧，白棋只能粘上，不然打吃一粘出棋了。现在整个局面怎么样啊，这个木数有点乱看起来，这个你看着那个我看我粗略的去判断一下，接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看接下来黑棋要怎么收啊，这个局面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59、60、61、62、63、64、65、66、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19、20、21、22、23、24、25、26、2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8、9、10、11、12、13、14、15、16、17、8、19、20、21、22、23、24、25、26、27、8、9、10
我就不想说有些玩的意思。冲一下。哎呀，这个已经是完全数不清了，完全数不清这个。最后主要后面还有很多未定因素。这个目前数就粗略数一下，这个胜负是难说，但是肯定是由于时间紧张，这个他现在冲。嗯。那很多未定型的地方。胜负双方经过纠缠，又进入一个看不清的阶段。白棋断了一个，断一个好棋、嗯。冲的时候断了一个。这个是送一个是官子好手。嗯。单张上的话，这个人家吃了一拐，就有点难办。先送一个是好棋。那么黑棋肯定会吃回去吧？不吃回去，他这两子送进去了。只能吃回去了。哦，他先煎一下，先煎一下，便宜了吗？先煎一下，便宜了，便宜了，这个确实是，这两官子现在两收的非常的精确，很是在前面这么长的时间的激战中，头脑还是能够保持这么冷静，可见年轻人一个是后半盘非常强啊、嗯，第二个精力也是非常的充沛，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这个激烈斗争了，但是胜负似乎是越来越看不清，越来越焦灼是吧？这个对对对，他这个，而且这有很多没有定。不是说那些官子都是说、没有什么可考虑的，就只能这样收、嗯、实际上这官子可以斟酌的地方还很多、嗯、那么他得吃回去，这个吃回去他断给断一下，等于就是说他以后两个打吃是便宜、嗯、两个打外面两个打吃是白棋的先手权利，那么他断在这边，如果被他打吃完以后你再断这个呢，再煎这个的地方断了，那他就吃在外面去，嗯，那这个煎一下是便宜，在那边差一个打吃了，等于说差一口气出来了。嗯、年轻棋手这些方面还是非常的强啊。是团打啊。嗯。踢掉。白棋这个需要打掉吗？好像打掉也不见得，不打的话黑棋接打。白棋接上，然后以后白棋一打那边就断掉了，中间那个三个子可以给它断下来。嗯，如果你先打掉的话、这样打得着吗？主要是他不打可能也没事，你也不敢轻易打那些，这是逆手。对，他白棋长了一个，长一个黑棋粘上。嗯，就是刚才说这个地方黑棋如果打了以后呢，白棋再打的话，这个反而就产生了一个断，所以黑棋不能轻易打这个。那白棋打掉这个以后呢，你就没法断一被人家一挤呢，就是这个形状就是被你这儿插一个接就差多了，对对对，你这个一挤呢就被人家一挤，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对，所以刚才这一下很关键，对对，这下没走着的话这一挤就成打劫了，对，好棋、嗯、下，所以说他不敢轻易走，所以如果走的话只能是打吃再冲，就一口气走完，但是那样落后手，他现在哦，黑棋接着那边，他接这边，嗯，没有接这边，没有接这边，他接这边，接这边，他可能尝试先手。对啊，这二路一点，还得一，那可能他不想让你尝先手，他这个总是要尝的。嗯，尝不是先手，他想争先手，抢哪个？抢什么？他长了一个，这个白的肯定要长，不然被黑棋挂住了。那黑棋现在收什么地方大？他长到这个以后，二路那个尖是不是很大的？尖这个右边、这个、对，右边二路尖。我这个冲了这个啊，一路立先手。哦，他打掉了。哦，他想便宜这两目。他不想被他先手立掉。对，本来这个冲了立是先手。嗯。那黑棋白棋会老实的粘住吗？肯定也不会老实的粘住了。粘住那不被白白便宜两目、啊，就是一目多吧。不这成了双先了。对。他应该不会粘的。那左边有棋妹，这个棋味道是相当的坏。点得进去吗？点进去被挡住了吧。点进去这个棋我觉得也是很非常的悬，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他没有点，他是拖的，他就拖了一个是吧，点二路这个也形状也很也非常的怪，是拖一个，这个只能活了，这不搬不进去，搬进去被人藏了、嗯，
那退一个，这有点先手味道。还是要退回来吧。走完以后马上有个加，看得见。二路有个加进去啊，看得见的有个加。这个黑的这么手法便不便宜，确实是不知道。黑棋补一个，白棋肯定退，黑棋补一个怎么补呢？张三。那白棋先手转了这一下，是。那黑棋是不是不弹这两目算了？还是小尖一个这个，最大一点吧。本身虽然你是说有冲了利益，但是即使利益的话，也不一定是先手。这个等于是后手十目棋。后手九目。后手九目棋的。九目多一点，九目差不多十目棋。十目棋的，但是这个好像，就算加上这两目十二目，这个也好像也不止十二目的。是，也不好说，这个因为感觉上是可能这个，但是他打一个，打一个他也有他的想法，他是提一提先手，这是先手，这个挤完了盘子这儿就是打劫杀了，就成了。哦，挤一个你不得立主动吗？那我成功这边你已经要收棋了，就关啊，这里已经是打劫杀，对，已经打劫杀。那他这个打也有他的道理，他这个提是先手的话，我们看他实战吧，他已经下了好多了。啊。他是这样的，他拖，然后退回来。那我提，提掉。白棋就加进去了，他也不管。这个也是气势，这个必须啊，不能被你先提一下。他如果提了，回去他团住的话，我缩回去的话，但是如果就是我缩回去，你那被人家张三的话，这个肯定就亏，亏的很多。所以说，那我也走你。这个虽然有个劫，首先第一是劫他有没有力，第二个，打吃打不打的硬啊？那我先走，这个得跟着硬不硬，整体自己死活都有点问题。对他不能被尝试先手，这个只能缩回去。这个等于是总这样，那白棋也把这里便宜了，再占一个，再补回去的话。哎呀，这个是确实是相当的复杂，到底打了提大还是这个大，这个就不好说啊。没注，刚才我们也没注意到这个提是先手，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细算，把这个关子算清楚。这本来就很复杂，时间比较紧张，他肯定就算有时间也不见得算得清。黑棋张三，白棋该补了吧？这不补被人家不补一挤是明显要出棋。主棋，这个胜负，这双方大砍大杀，就是从头到尾绝无冷场，也是一副可以说，不管胜负如何，肯定是一盘就是非常精彩的热斗之局。看起来是一副大杀小输赢的样子。小输赢已经成定论了，肯定是就是输赢多少，我们这个由于时间问题来不及判断。啊，他先冲掉，那就打吃掉吧。先便宜两下，要不然被黑棋弯回去，他可能对还是守得非常的，他亏了点，非常的细腻啊。这个在这些关键时刻走的都是非常的细。就年轻棋手就有这样的特点，越站到后半盘，他就思路越清晰，斗志越旺盛。这个身体好啊，不缺氧是吧？身体好，这大脑运转的过来，不缺氧。再一个，他本身后半盘比较强，这个精力充沛。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围棋这个项目也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说这个不行啊，这个老棋手是越来越走下坡路啊。他主要就是说，因为有些人觉得脑力运动嘛，脑力运动似乎不需要那么强的体力，但是在这么高强度的运转之下，这个你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清醒，对，这个是不容易，这个精力还是要跟得上，团回去团住。所以现在70后在下联赛的好像就只有周鹤阳长浩，今年就是2013年的赛季联赛可能会有丁伟，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79年的这个可能会有，或者说、这个、在报名单未出来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现在黑棋底下扳，这个是最大的，白棋顶住，这个白棋肯定是收法应该顶在这儿是吧？这里是这样收的，这肯定这么收，这个几乎是没什么变的吧？他大吃接上，这个是应该能看得见的。他单挡回去还是要先打他一下呢？打一下不便宜，他挡以后走这个，那我就挡住吧。但是关键这个呢，这个打了没有？还没打，还没打呢。
啊，他是这样挖吃的、有没有吃这个的可能性？不，他现在吃这个不后手吗？不是，我就说不搬这个，不搬这个打这个。不知道哪个大，这个那这个斑也非常巨大，但这个也挺大的、就是吃了以后冲掉是吧？冲，打吃粘上，我来摆这个，你到时候看看他们的进程，走这个，然后你团大，再团大，哎，这个也很大呀、确实，因为这接下来还能把它打成一串呢，那这个非常大，哎，这个没什么问题吧？这个挖这个，然后。还好，这暂时好像能蹭住。不对，他有个问题，他可能急了，他跟对，他团在那儿打结，这是一个景气结。景气结，因为打赢了白棋冲过来就把你全吃了。劫财黑棋看不到劫财，白棋劫财多是吗？多了，这黑棋看不到，看得见，可能这一个这是非常损的劫财。那就是说白棋很有可能白棋这个到处劫财多了。那就是说他要这个断劫，这个劫财明显是白棋，全盘来说明显白棋多得多，所以下到后面这个这也不能劫财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是底下是走成这个样子的是吧？对，它挖打跟我们刚才摆的是一样的、这个基本上是没得变的，挡住粘上，接住了。那么白棋肯定要把这个打一下了，你不走的话它是不是要打掉了？它先搬掉，这个先手关子不能忘了，然后他该打吃掉了吧，再不打吃黑的真的要逆收了。打掉以后这个得把中间给收掉吃掉。他不收的话黑棋就接回去吗？还是提一个呀？不，他就打吃啊。哦，就打吃你就粘不上了。打吃他就只能冲这个，然后被你先手提这个。对，我那先冲一个，我不用先冲，我就直接提也行。就是先手提，长的话顶过去也差不多。那长很直接打就接不归，这个等于说，对，他只能冲，他肯定是冲着手，冲这个。对，你打吃我就粘上。你打吃我就这个关子其实价值也是非常大，你只有打吃，你提不能提一个，他可以提一下，提我就打个结吧，找个结。他看看他提了没有，他这次还是直接算了，他要先提一下，有劫先提也好，主要是白棋的劫财太多，他现在冲一个冲一个现成顺手的顺手劫财本来就要走，那这个冲一个损了吗？一回事，反正你打掉我这一幕我也冲掉你一幕、一样的，反正你挤的时候会一样的接上，这个目数是一样的。等你冲一下以后还扑两下，这个劫财还是好一点，对，刚才我还想说这个，但忘记了。白棋接这个，跟他就是左下右下角的地方，他这两个是不是损目了？他但是没那么大劫，中间打大劫的时候，他损是损了，那没办法，因为这些当初没有这些劫财，小劫肯定是不行。中间这个打了很大的劫，小损一点，不过这个问题不大，最多一目棋了，了不起。现在这个到底是胜负是怎么样？感觉上我刚才判断了一下，应该是在一目半以内，就是我的判断。谁好一目半？这个是我觉得当时是其实是个问题，好像是黑棋是不是好一点点是？哦，黑棋好一点点。一目，但是那个完全不能算数啊。这个就是在差不多一分钟之内把两方的目点清，还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完全不能算数。白棋提回来，提回来这个劫撑住，那肯定是比较细的，他又打不赢劫啊，这棋。没有劫财，那只能吃一个算了，吃一个白棋粘上。这个只能算了，团打。这他就粘上了，这个白棋的关子收的也是非常的。双方是可以说都收得非常的精细吧，现在是，还没有看出明显的毛病，不过应该也不会有明显的毛病，都收成这个关子，应该是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了，比较简单的事情，这个对于他们这样级别的选手来说，应该不会出问题。小关子了，换介绍。头脑缺氧的话，他们也不是他们90后能干出来的事情。就是寄希望于出昏招，那也可能是聂老这样五零后的这个有可能，90后的也不可能意外。
那勺子很少见，一般他们的打勺都是在对方的压力之下，重压之下。一般不会，这个这个应该是现在刚才还有点复杂，现在是呢，另一个。断了立一个，他现在还没有下，他白棋是断的，白棋是搬了，黑棋立一个啊，这个棋形是立下去的，因为接下去一步呢，他可以跳进去。嗯，这个也差不多，反正白棋挡也是先手，他可以跳下去，基本上也没什么大区别，反正跟粘一个，你粘一个也行。他挡住就是可能他立一个劫财好一点点，嗯，也没什么大关系。现在大的就是白棋把这个爬掉吧，右上先。爬掉中间提三个也六目棋，六目强一点点，六目半左右。他先挡掉吧，别人对方跳进他立一个。嗯。黑的立一个，那么现在。我看范廷钰的手有点紧张。上方。他不知道他点清目没有？我们是没点清，不知道他有没有点清。反正他们现在都是，其实都是必然的，但他们都是趁着这个28秒，在下棋，也是边下棋边看看怎么收官，顺便点一下目。对，啊、但是这样趁着这个时间，他们也比较慢啊。嗯。你看着这个，我再来这个判断一下。不，这个棋我很担心黑棋这个劫财啊。还是提点。这个、他劫财不够，劫财没什么大关系。回头如果有要打劫的地方，的话，没什么打劫的地方。这个还有什么打劫的地方？就这个劫，打个单劫，单劫你就打赢个单劫嘛，一二三四五。假如说要靠这个单劫决胜负，可能19、20、20，黑棋34、35、36、37、38、39会比较处于劣势。5、6、7、5、8、6、48黑棋管。9、10、11、12、13、14、15。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5、46、47、48、59、60。哎呀，这个的粗略的点了一下目啊，告诉一个大家一个这个消息，就是实在是没点清楚。应该是半目胜负吧，应该是半目胜负，这个是啊，这半目胜负，对，应该是半目胜负。那现在还有好多有目的，就是因为好多好多有目，还有这个单节的问题。是啊，这个完全还是半目胜负啊，由只能说从刚才的这个一目半，我就是下降到了这个半目，这个。说了等于白说，对。然后提这个劫肯定是白棋要给他打回去的。白棋扑了一个，白棋扑，白棋提啊。这个如果不硬的话，搬提1、2、3、4、5、6、7、8、9、10，10还不实，这上面还有。不是太大了，这个必须得硬。这个肯定，这个不用看，这个只能粘上，这个都是必然的。再点也没有意义了，反正是也是点不清目了、啊、这个只能看看哪个关子大吧，我们还专心看我们的关子吧。嗯，半目胜负也就是说盘面在7目到8目之间、这个然后比较微细，我看起来白棋我现在半目胜负应该挺多的，不过在我们讲解当中，我发现我觉得半目胜负的棋已经很少见了，我整体感觉。快棋比较少，快棋是比较少，是、啊、就是说一般来说是慢棋比较多，不会那么微细。对，这个反正我是没有，因为双方这是也算是片野横丝啊，这个可以说是点很精彩啊。首先我们是今天肯定是欣赏到了一盘很精彩的棋。这个大杀小输赢，他这个要爬掉吧，两位年轻棋手反正也是非常的这个善战，对，表演得很出色、同时我们也看出是真是要赢一盘棋真的是不容易。什么叫不容易，我们看到这盘棋就知道了。然后这个大师战胜提一下，顺手先提一个再说吧。正常应该这样。那白棋会把它撑住吗？这个棋不好撑，现在不好撑。这个一提太大了。这边扑啊什么，那都不是劫材了。这个劫应该不好撑。这个劫黑棋中间还是，毕竟还是有点劫材、你这个断打22不是很大，才5不到6目棋。它中间还是有几个劫材的黑。这个应该白棋不好撑住。
个他还没有接，基本上他会接，可能是利用这个时间，他点一下木，到底几木？不是木也挺难点的。我觉得话就是说，他们现在也不是在点木，因为这个棋双方是。就根据我下快棋的经验啊，真正我本身是有点不像他们那么点目点的那么清楚了，但即使点的再清楚的话，因为双方这个死伤很多，目数很多都是90来目，就白棋快90了，黑棋95了，我刚才点的是，就是说那么你30秒的时间去数，是肯定就是说你数得再快也数不准确。权力他们现在就是前面数过一遍，很细，他就是现在你就是再怎么样他不会认输了。他可能就是肯定是花这个时间兢兢业业的把这个小关子给他收好。粘回去，他就把它收好了。对，收好了。对，关键是他也不管是谁输谁赢的，反正先收好。你到了后半盘的时候，属木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呢？是要你要进行选择的时候，你是要选择进，还是要选择守一点？这个时候属木就很关键。但后半盘的关子，你该怎么收就怎么收，反正你数多少木，那木数总是放在那儿的，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少。主要是你数得过来嘛，还可以数一数。所以建议大家在后半盘的时候不要拼命数木。也不是说不要拼命，就在时间允许情况下，你可以数，把它弯一个是最大了。对，它立掉，立掉，它怕走立掉，白棋就冲掉，白棋冲这个，黑棋粘这个好像可能劫财好一点点，但是没什么大关系吧，应该。但是这个白棋的劫财依然很多啊，就光左边那个铺完了那个地方就好多劫。难道打单劫定胜负？打单劫定胜负。现在有两个劫都在黑棋的手里。白棋肯定先冲掉粘回去，然后现在大的我们再抬头望一望，好像也就先手一目了，也就先手一目最大了，好像。这右边有个小尖，小尖一目多。不到两目棋，那肯定先手一目，有先手一目的先，有先手一目，煎一个可能大，煎一个有两目棋，他这个被他煎完爬完以后再一挤，这个打吃以后是先手，有可能要补一手，煎一个也挺大，但是先能把先手一目收掉的先收掉吧，先顶掉，比如说这些，把这个挤了，把这个对，然后他应该是接上了吧。还没走这步棋，应该是接上的。不，他就肯定在看嘛，看看最后的，小关子别失误了啊，别那个，这时候不要点目了，反正你准备把棋下完数子的话，就不要去点目了。就是说，你就兢兢业业的把棋下完，他粘上。对，以他们的水准来说呢，数目应该是又快又准的。但是三十秒的话，有点紧，不是一方啊，你要数清两方的目啊，是吧？这30秒用来数我自己的，那30秒用来数对。你好不容易数清楚了，棋也超时了，那个或者是那个那太不值了。数清楚了，然后一看下了一步亏了。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的读秒时间应该都剩下最后一次。那肯定都是最后一次，激战了这么久，如果时间还一大把的话，那不太可能。他粘上，这个粘上了，肯定没什么。但是反正。这个我们就属于一种等待啊，等待的过程，我们也没法这个给大家，反正黑棋能把走到的先手一目尽量走掉，那这个是常识。走掉以后，小尖这个右边这个小尖就是有两目，他走掉的话差不多。我走一下，你应一个，我就先手一目。那么就团在上面，然后就要不然被走了。你走这个的话，这个已经这一目团掉的话，上面那还是就是。走掉，然后呢？右边小尖大，小尖了。他小尖直接小尖了。现在就是尽快了，赶快把这个先手一目走掉。是。就先手一目了，有时候先手一目，你万一走不到的话，就下面立一个肯定是白棋看得见的。这个是吧？弯在这儿。对。看他走没？他先是走了下面。他准备提一下，提一下是先手便宜的。对，他提一下黑棋应该会粘上，对，粘上。好的，先断一下，这个比较细腻，他断完再提。这个断一个又生出好几个劫来，多几个劫财，然后他再提。
因为黑棋现在不能硬在这儿，硬在这儿就首先白亏一目，变成棋打，然后这儿又一打失，这个是出事了。他关键不能硬在这，这一长被长出棋了。哎，这个段是好手，就是说好手。嗯，然后提吗？提是有，尤其跟劫财有关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你有先手三分之二目的价值，提完就简单。他这正好一人一个劫，都劫都不用打。是。他现在还没下。他好像在看，在想这个要不要提的问题。不，他肯定先走，不是这个先把该走的走到嘛？对，他弯掉了，弯掉嘛？那黑棋应该会团住。弯掉嘛，提掉也行。现在白棋有机会逆收，逆收到。逆收这他爬掉吗？要爬，这个是眼见的一幕。先手一目，对，这个就爬，这先能先手走的赶快走，这个，还没有爬，千万应该是会爬的，有可能走不着这个棋。哎呀，这双方都是战斗的身体，不能不感叹他们这个身体好。而且就是关键是他不是，就是说没有冷场啊，就是从头到尾没有冷场，一直在战斗，对，一直在战斗，并不是说下的时间长，但是呢，比如说我下了两个小时，有一个小时是没什么意义的，这个就是下到最后，现在都是快两个小时了，他们那个胜负还是未定，就是你这个头脑永远处于要紧张的状态，对，顶。因为他跟普通的上班族不同，虽然是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从八个小时你休息的时间还有一些嘛，你要活干累了你可以歇会儿，他这个不能歇的，歇一会儿你可能时间就不对了。这个身体可以歇，头脑不能歇，这个是。黑棋挡住是好像是最大的吧，一幕就是挡住，这个最大。白棋提一下，白棋提一下，然后把这个后手一幕，这两个后手一幕，这两个后手一幕，这就他如果挤上面的话，挤上面白棋怎么收？挤上面的黑棋走冲掉吗？他冲掉，冲白棋挤住，白棋挤住，黑棋就团住，一样的团住，这个是个两目，团住有两目，对，这两目，上面冲一下也一样，上面冲你挤，我再冲一下也是两目，对，因为这个团完之后，这里面除了接，你还得补一个，不然被断打一会儿要收气的，这个是两目，差一，那白棋挡住上面，它等于把这个逆收一目走掉，这个跟这个都差不多吧，这两个。都是逆手，一人一个，都一人一个，这两个逆，他这就剩下就最后两个，他逆手这，这两个劫，白棋一直没提这个。如果说白棋提了，跟黑棋粘上交换，这样总是便宜的。那么就是一人一个劫了，对，一人一个劫，那就是很和平，就不用打了吗？那不就不用打，挺好的吗？他黑棋冲了，肯定黑棋冲了，白棋把这个团住，对，他粘上，对，没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单劫，两个单劫。两个单棋，黑棋，反正黑棋粘一个嘛，白棋粘一个嘛，就是那肯定就没有。不过这个棋有没有打劫售后的问题啊？打劫售后不会，让我看看有多少个单光，因为我现在数目啊，还不知道几目棋呢。假如说盘面八目，那就不存在打劫售后。如果说盘面六目，是黑棋有可能打劫售后，因为我们独特的规则问题。你不对，盘面八目有白棋可以打劫售后。盘面七目是黑棋打劫手哦，这是说反了，说反了，这个不能误导大家。黑棋就粘上，我说反了，应该是如果说这棋是盘面黑棋七目的话，白棋提，白棋有可能打劫手后。白棋提，这个劫黑棋是打不过了，肯定是。提劫。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在数得清的，我们数单光会数，就打吃了。单光好数。然后剩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等于黑棋打吃掉，黑棋收。那就是打劫售后嘛，黑棋收，白棋粘，黑棋，那就盘面八目，应该是黑棋售后，感觉上是盘面八目。对，就是如果半目之间的话，应该现在是六个光子，那不就是说盘八的话，那岂不是盘八？不过他现在白棋有，确实是有可能打劫售后啊，这是我们中国规则独特的这个，真的那么结果？如果被打劫售后，那真是很悲惨的。现在我再数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现在黑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真的是打劫售后吗？
天哪，那范廷钰简直是，如果今天输了一盘棋是因为打劫收后被输的话，那心情肯定不会太好。黑棋提劫，哎，刚才是提了以后，对，他中间断了一下找劫，中间他没找这个劫先，还没找这个劫，他的白棋提过来，白棋提过来，我们稍等一下啊。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白棋劫财明显有利，而且在下边白棋断了一个，生出好几个劫来，本来就只有单断一个劫财。黑棋打吃以后，现在黑棋提过来，白棋立，白棋肯定是要给这个单劫，肯定是白棋是要跟黑棋打劫收后吗？看起来这意思像打劫收后，那就是八目，盘面八目是吗？不会到盘面十目，肯定也不可能盘面六目吧？盘面六目，正常的话，正常是黑棋收后，那也不会盘面六目，应该就是盘面八目，应该。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它进程就行了。打吃白棋断，白棋断，黑棋打，这个劫财白棋多很多，这个就不用打，这个基本上是没有打。黑棋收，白棋粘不粘，他现在看他，不过现在他应该劫财多多了，他肯定先打劫收后再说，不管数不数千目。这黑棋没几个劫财了，已经黑棋就左边有两个劫，旁边十目打劫三个劫，旁边八目，如果旁边八目打劫之后，这真的是吐血了，他黑棋也放弃了，就干脆也放弃了，吐血了，他看起来是对，劫已经好，这个结束了，现在就是好，然后好结束了，这个劫等于是白棋粘劫之后。这个张继收，我们就静等这个数子的。这个如果说这个真的是激战了这么久，这个白棋靠这个打劫收后赢这个棋的话，这个只能说是这个太幸运了，只能说是太幸运了。有的时候这个棋，真的是看数子最后是结果是，也正好是我们看了这个结果出来了，是白棋177，这个实在是我完全是这个幸运之神太照顾这个毛瑞龙了，这个就是说整盘棋来说完全是这个精彩的混战啊，我觉得黑棋在占优的时候更加的多一点啊，对，真更加的多一点，但白棋很顽强，白棋就是当时下的也很顽强，表现的也很精彩，双方的对局可以说完全称得上是这个对得起这个半决赛的这个精彩的这个程度啊。那么看完这盘棋说一句，就下围棋啊，有时候确实是需要那么一点点运气啊，还需要很强大的体力。好，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毛瑞龙以1/4子的优势战胜了范廷钰，杀入了决赛。好，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收看，再见，大家再见。